today we this might be kind of different. Shut the fuck up. We might expose Maggie Fong. Who's this? I don't know. Let's go. 团队可以享受这样的东西，然后有人带着你，所以能够改变命运啦。很多人讲说，哎呀，行情不好啦，去加 Grab。我跟你讲啦，不是我看谁加 Grab 的人啦。如果你真的有勇气要改变命运，我建议你不要去送餐啦。真的，你学不到东西，你认识不到人，点外卖的人有极有。Actually, making Grab stuff is very good. Do it. If you're searching for a job, just make it.我会给他打吗？You be careful. Or in case that Grab driver is a Squid Game guard, so yeah, you might be careful. 我找不到工，我去做 Grab。你的外卖来了，而且人家为什么坚持？几天了？说别拉路了，你明白意思吗？对吗？你们订外卖全部都是。全部都是别嗯，当时要便宜，要这个一天两天才来，要饿死我！那你们跟这种人打交道，你哪有前途？你做外卖，你加 Grab。Oh, wait a minute. So I literally just lied out for no reason. Wait, what? Wait, what the fuck? Okay, there it is. 惨了，真的你学不到东西，你认识不到人。Shut up. 去做 Grab。我找不到工，我去做 Grab。你的外卖来了，那是人家为什么坚持？几天了？全部都是别拉路了，你明白意思吗？对吗？你们订外卖全部都是别嗯，当时要便宜，要这个。You go sell dog shit, bitch. 在哪里才来？要饿死我！那你们跟这种人打交道，你哪有前途？你做外卖，你加 Grab。Okay, your boss is very good at selling stuff, so that's why you're rich, but that Grab driver's boss is fucking useless, so that's why he's poor. Grab, 送 Grab 餐不是讲不好啦，只是你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明白吗？所以你要去跟有钱的人在一起，你又没有钱哦，你就卖有钱人东西。How do you know that person is rich? 真的真的，我现在老师就讲起 Grab 哈，前几个礼拜啦，我就遇到我一个同学，他在18、19岁的时候就做了一个 part time 在 cafe， OK， 他跟他的女朋友是青梅竹马， OK。他的女朋友现在是房地产中介，可是不是我们公司的 ，OK？ 现在他的女朋友已经是做么生意了 ，OK？ 前几天我就看到他，哎，很久没有见了，他就看到我有 driver 在啦，加 Alpha 啦，他讲哇 ，Paul， 现在你好写了，我讲你可以的，你也可以好写的，是不是？他你要怎样去改变吗？他讲，他突然坐下来，他就眼眶也红了啦 ，OK？他回想起在19岁，我也讲了。OK， 他的女朋友也是做房地产中介。OK， 现在已经多多做 Grab。OK， 是可以的。跟最有钱的人交手， How could you know that person rich？ 最有钱的人跟你买东西，你的磁场就不一样了。因为你可以卖东西给最有钱的人，你可以卖几百万的东西。Wait， by the way。Her hair kind of look like a mountain's going to fall into her dick hole. Yeah. 卖几百万的东西，你明白吗？哎，你不是卖鱼，你知道吗？哎呦，你会卖粪便呢？卖几百万的东西，所以你的磁场就不一样，你的命运慢慢就改变了。哎，你看十千八千，哎，来，收百多少钱？收两千，收两千。不要，等一下我中奖哎！我是没有戴手表 ，OK 啊 ，share 一下，去年买的，我买的时候11万啊，现在有15万了 ，Oh my god， 奖励自己的 ，OK， 200千的手表 ，fucking idiot， 200千的手表，倒税，讲这个人倒税，哇，我28岁了，28岁 ，Yeah， 所以他是可以改变命运啊，我是这样想的哈，你看他没有很骄傲，他很谦 ，I think that's it。过炒粿条，才气。
刚才我看到照片，你好像是也有驾过 Grab 的。今天整个马来西亚，今天全马来西亚报纸都登我，我不舒服。巧合都来讲，巧合都来讲，为什么不要舒服？今天不要休息，因为第一个就看到这个林北火更爆，原来林北有跟他拍电影。干你呐！海报有他吗？天啊！海报没有他，才不会闹亏。他有跟我们拍过一场戏，我就做咖啡店，他就去演了那个曹国梁，就那么，而且没有对手戏。早知道我跟你讲，我跟你聊。By the way, the moral lesson of today is, not all jobs are easy. And yes. That's it for this video.